有打算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？心情都还好吗？谢谢关，谢谢关。我是下课就见过面了吗？现在应该就是，已经开始有走用司法的程序在进行。那如果有适当的时间，会再跟大家说。那我也很希望就这件事情可以赶快很平安的落幕。然后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想这一次希望大家可以注重在这个戏上面，这个作品上面。然后因为大家真的是第一次在使用这个场馆，所以我们的心情是很兴奋，也很期待要做这个演出，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工作上面。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好意思，我没有，我就刚刚这样说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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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了。谢谢。